现在来，这个不是海白虾啊，这个比白虾还要甜好几倍哦。可是你没有常常遇到我们这个啦。下星期四、五、六，一人一份就好了。你要喜欢吃虾，就是多买两份，卖五百，卖四百、三百，来两百块啊，都有靠腰动作，白虾白灵得。来200块，来，你要买几份？说真的，多买几份来赚虾你没有每次都遇得到，我知道了，两份。来冷半，后来一千的两份喽。怎叫特殊？一半也卖六个，算有够俗个啦。一半卖五个，变后人了吧？当做白虾啊卖。一半卖五个，四个人个价来。冷半后来，来赚虾200块。谢谢，稍等我一下啊。来冷半后来赚虾，个人要吃来赚虾吧。来冷半。哇，这一半卖无一千块，真的很难赚呢。难赚虾呢，凡是未赚几个会得贪呢。来冷半后拢话呗。这一盘子。1800哎，我卖你们四个客人哦，来两百几个要吃，来赚虾给他省钱来，这四个就对了，你看几个敢报了，你看几个要敢报搞，什么叫做布料极少的？来省钱，来赚虾，稍等我一下哦嘿。来，阿腰炖排骨跟便便来，阿要吃回鸡卵哦，我有叫我随便来。八个，那个八个哦，来赚虾八个哦。要炖排骨，你可以怎样？哦，按个饼饼不？我无想要搁再过来，干嘛呢？这嘛啊，起起来饼饼嘞，然后这种像好吃的物件，拢唔起起来好看。不遮蔽的地方。你倒安尼感觉？还够无？剩只尔啊？那够有拢起起来上好因啦。来，你顶礼拜，你顶礼拜后尾就要手。这个是祖传的要炖排骨，这不是寒人在里面哦。现在就是你多喝，四五六点半日两点，没少，没不会燥啦，真的很好，做好了啊，一包卖200，两包卖300，有人要吃的无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拢料，规包拢料，一包的排骨有7-8块，而且汤头真正足够汤的，汤到后你吼，拢唔免吹冷气就啉完了。来，有要吃的，这两包免500、400，来300块招一个人家吃来，要炖排骨。300块卖一个，我卖了给恁啊！我决定要给恁哦，吃饱上有汤人陪。来300，来边啊小姐要来，300好来300块。啊，好未啊？车好未啊？车，车。阿伯哦，我话要偷听啦，唔免大猫糟蹋啦。我来介绍。哎，300块多少钱要哦？要收这两包300，唔免煮好。不会。你给他加热就好了。真的好吃，来300块，只有一个小姐给我红毯。你到冰箱打开可以吗？来，小姐来，宝宝卖下。这些卡我的梦想啊，快！我先打开呀，安尼再上，来，叫钱莫来，我给他上上面。要阿伯的，来，疫情赶快拍啊！一包卖没啊？一包多少钱啊？你都，讲起来是3包四啊五啦。我卖四啊五，卖到2点之间开始。来300了。来，鸡腿堡。喂，300嘞，真正排骨7-8块嘞，咁真正我用恁看恁敢看有？那排骨有7-8。来两个。不是等下，我当天动作我咧改名，排骨有7-8块。啊，多少杯？走未啦？挂车啦？我手挂车有未啦？走啊呀！走啊！一包搁请你，免500，来300。4包给你们，我不要吃。这几包全部几包，来300，后来要炖排骨，真的很好吃。一见到你就知影等下找我。我卖的物件虽然吼不很遐俗，但是拢做好料，真的很好吃，又卖你们便宜。来300块，够人无买了无？要炖排骨。3包啊，不是给上几包啊？安尼唔只会当较早休困，要等下爸爸涨。来300，后来最后一个，无啊要炖排骨，阿妹妹举手，来大来。这一只唔免煮啊哦，你甲糖哦烧倒，啊嘛唔免过淋料啊，真正咧一包你来吃，一个人来吃拢伤济个。来300剩一包，无啦，一包200，100块来100块，剩一包两块，100块，要炖排骨100块，剩一包嘛无得买啊，剩一包啊要吃到讲啊，来牛二两准备过来，好啦对啊，啊你唔客啦，我唔知咩啦买。好啦，是到这边点咩啊？你手就短呀。卡拉几号啊？卡拉克6星级啊，六星级。都姐大班出来啊！来，黑根手工虾卷，来，来啦，开始哦，你带两股。来，秋干的黑根多起来，来，卡拉鸡腿排来，大姐你要几包？
我跟你说哦，三包哦，我了钱卖你不要紧，但是无人遐侪包食啦，买一包就好啦，买三五三百，这劲辣口味，劲辣口味，很好吃，超香的，一人一包，卖五百，其实咱讲真的啦，这种物件无险哦，原味哦，你吃哦，你若吃一嘴，三一嘴胡椒，吃一嘴三胡椒啦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诶？但是劲辣口味，你拢免三。安尼食就做味啊，做气味，做香的，都免三毛钱啊！来，这样一包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，来两百，客队来，一包十袋哦，来两百过来，卡拉鸡腿堡，三包好像卖完了，等一下哦，来卡拉鸡腿堡两百块，哦娘，这劲辣鸡腿堡一包两百，不要价，我敢那五袋两百块呀嘞，这十袋嘞，来两百块，卡拉鸡腿堡拢装备来啊、哦，来谢谢，你给他挑多来呢，我你安尼，我带你回家就你啦。好啊，无再来者。高山哦，遮近哦。高山就遮，遮过就到啊，水路较近。来牛阿良鸡腿排两百块来。来，今仔日阿伯买条鸡腿排较紧嘞。阿伯，你要食啥好？蒜泥。来，要食牛阿良鸡腿排来两百块我就。做好只足够，做大鸡，哦，阿无骨头啊，用真诶用汤诶青菜锅，两百块来，卖讲六鸡两百，卖讲七鸡两百，八鸡哦你蒸，九鸡哦你烘，十鸡哦你用青菜锅，两百块来，一个人十只给你，两百块来。来，东西放上来。几条哇？放上来，你再站个三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来，放这里，分给各位，听各位啦，快点啦。来，牛二两鸡腿排贵未？切来买哈，我们没用到标，来啊，算你个团结哈。李港大哥怎么走了？来，我李港大哥。对啊。李港大哥，你对？跟我来。那个志文哥。不是。志文没来啊。来，冷爸后来牛二两鸡腿排。志文哥。来，冷爸。来。不，我对你只要跟英雄卡好。来，你们家拢用下半身思考。来，牛二两鸡腿排，冷爸过来，跟我截然不同。阿伯，大家都一样。放下。我用下半身。来，冷爸过来，来，咱第二轮来，真正好吃。你拿起来闻闻看，超香的哦。来，两百块，来算你大地球哇。来，冷爸过来，你先大地，我甲变表演。来，再一个。来，六条你来。来八条你来，这真正好吃，这正鸡腿哦。来十条你整来，两百块来鸡腿排。来最后两位了，来不买着来赶快帅哥一下哦。来谁要吃普沙曼？哎，不搞摆普沙曼哦。我就说了，来六条八条，生错性别，生错年代。刚刚说要摆就摆。没啦，要紧啦，来两百块来。八条来十条你，阿别再买。我是2000年来两百的。来给你留下两鸡腿排，最后结。是你的话。我就不需要在这边设置电器套比较多了，我就是只要在家里那个打游戏直播，然后把都借了，我陪你来评起来，来大哥要感谢你了，拍谁用你啊？你人皮都你没掉啊？来，我好热，我慢慢放心点，我心这小心这动作。来，啊，算你的多，大地啊，来了，他变变来，不要我了。来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就我家己的牛啊，来，我靠，摕这回买哦，哦，靠，摕这回吃哦。来看好，有没有很厚？五个客人，你不拿钱，我也没有鳕鱼这么大块的给你了。来，别几千台币吧，来，我发货啊，五百块了，睡吧。拿来捞，来两点，来三点。那四条你来五百块无啊？最后只剩五个人给你。做个白灰雕。这两个客队来五条，你来鳕鱼五百块。来阿姑阿妹掏钱，阿姑啊，来五百块。哎，这个叫阿姑啊啦。来五百块来。这阿叔的哥哥啦，叫阿姑啦。来五百块。好啦，五个尔，你收几个？好啦，等来。好啦，你收啊，快紧啦，收啊，快紧。不要老啊！我晕了。如果针对性别的话，我现在就在家里开始打电动。来个几年而已啊！缺业绩的时候就说，觉得人家缺两年，我爱二了。捧江宁华，捧江宁华二。来，算你个旁开了。这样欢呼的啦，欢呼火烧，赶紧那边来搞摸啦！我看啊，放老啊，我恁欢喜。来几年这一样很厚，可是哈，
宽度没有刚才的那一天那么宽。哦，阿姆哥欢喜得哦，我赶快上给你，来五百块来。多谢好啊。知影我知影无遐大钱，但是分分啊俩，细分分啊俩，规期六块给你，来五百块来。我紧啦，欢喜得啦，欢喜得来五百块来，这里五片，这里六片哦，来五百块来。多谢好啊。欢喜得，我紧啦，了了恁啦。来算你五百，都有三百块了来。五百块来，这样餐厅咧用的啦。啊，十多个家庭咧吃的啦。来五百块来算你。六片哦，来拢准备了哦。来五百块来，谢谢。哎，阿大，你搬船呐？哎，你讲我们看你咧。来，阿要吃普烧鳗来，过一下班来，拢搞快快。来，要吃普烧鳗的来，2000块给我。太离谱了，不用，1000块给我就好了。啊，你要买2份、3份都可以，一只普烧鳗就350、380，叫请。我来请，我这都会请的大车。来，你老公，你来开枪干咩呢？选择比努力。三只1000块你买袂开啊？这三只，来1000块来，这只都送你。四只签短，一个人可以赢球啊。这只多少钱？来1000块来，五只哩。来普沙曼1000块而已。来赶紧，来1000块。个人要吃普沙曼在哪？来1000块来。妹妹你要不要普沙曼？超好吃的，1000块5只给你们，赶快啦！这马会愈来愈贵呢，不可能卖像我卖较俗啊。来1000块来，最后一个客人普沙曼，五只唔免2000，请到1800、1500，来1000块得，1000块拢中计啊卖普沙曼，都有了吗？沙曼，谢谢，来多点不？都来包起来，包起来。来，再一个。冲三位，我怕三位。报恩到，哪里搞怕？谁啊？你名啊？谁啊？四啊？都系咩？来，谁啊？三位来转车。来，我要来转车，拍摄包好后诶。来，我咪今日为恁服务者，来，来来转车来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来转车来。那边你家。哦，对，来这里，对，袋子给你，袋子给你啊，爱吃米鸡咩味啊？无米鸡咩心地好无？给露珠买不是有人给吗？安怎啊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要先画啥啦？你给他叫伊先画，叫伊先画，还是要画啥？夹米啊？哦，来夹米，夹米，进来，进来，夹米，小卷，小卷，小卷。小哥啊，好，来来，给露珠牌，无买着，给200块我来。一百，阿袂买着，给来3块、4块、5块、6块哩。7块、8块哩，来给露珠牌，来10块哩，来赶快200块来。来，谁要吃猪排的？上面几百啦？上面几百啊？有啊，我不是卖过啊，都要卖几百嘞，我。来，对账，我减20000呐。哎，两包啊啦，3条哩啦，免讲啊，来啊，七条肉卷200块来。一千，你无？我要加点鱼干出来。下七啊，十多块。来，我来七条肉卷好吃无？来，落我话创啊话啊，还国家好个无？恁夜市啊有看人咧喊无？一条40块。我进来找你400。一条40块。好了，我三条110。哦，你买200、6条就足量啊，足量啊，有够少啊，略轻略行略轻十五，7条你8条，你明明白白够够，来9条10条你来200块，200块来，新达港在高雄，200块，要想我200块可以10条，今天有花枝牌吗？七条肉卷，个人要先包来200，帅哥你买5份咯。我来讲，10条200，真正买无啊？我搁加送一支，11条哩，来200块来。鸡腿肉卷，个人要煎。今天有没有花枝牌？花枝牌卖完了。卖完了。来，五个人去。惠美花枝牌卖完了。是不是都无存无钱哦？来，今日来挪威之旅，伊个干，这伊个干哦，这是便宜哦，这是贵不贵哦？这一杯就要300-350，来，我要吃300块啊！我讲我了了哩，两杯就300。三杯哦，你快讲，唔免300，四个人就买会到尔，钱金要紧嘞，来200块我来。我要卖4个而已，等我拿钱哦。我要卖4个而已哦，来，赶快拿钱哦，4个客人哦。Hello， 几个妹啊？上妹啊？我姐啊，我朋友来了，来，几杯哥你啊对。
你想要做你六百收钱？我无卖六百，卖你五百，卖你两百呢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要五百啊！我刚才卖你，我刚才卖你五百，你就买不五百。存一个尔，好啊，卖收啊，四个客人。明天再拿，我们明天休息。这大尾哦，这一尾两百克哦，五尾一公斤哦，我卖你五百就少少，两百，好啊，无啊，免收啊。那尾哦，你卖个问啊，卖个叫人来买啊，无啊俗的，了了的啦。无啊，恁挂人，紧挂人啊，卖讲啊啦，你甲送收钱，你挂人唔对啊啦，哦，够害到真啊。安怎啦？后壁咧跳上江面啊？来啦来啦，好啦好啦，谢谢啦，无啦，好难袂晓笑。对，富贵啊，起来话来，富贵。一个官大贵呢？你落上尾仔官兼面上啊！你今日上尾仔一个官上，你算看下几本？按六尾哦，按六尾较对。走啊走啊！无啦，伫遐啦，伫遐啦。要六支才对哦。我想啊，三零车不同不同不同兼职啦。对啊吼。几尾了对吼？啊，姐姐啊，修理车库较紧。无啦，伊我迄机器车位，甲伊隔壁，伊的车无好，我无法度开，我嘛无法度处理啊。伊无修理好，我嘛无法度处理啊。小姐，来小哥，来小哥，要七八百，来五百块来。哎呦，富贵，今日来全部命来富贵，我了了来小哥五百块，来三个人给了，帅哥你等我一下，我随便啊。来小哥五百块来，贵的要吃小哥的。后壁无啊，三个人给买会着尔，去看啦。两个啊。敢那一四百五百买无啊啦，九百的啦。来啦，百块啦，了了的。可有哇？我当做无啊咧。你是相片拍来，搞我做台咩啊？来五百，三个人给买来，九百跟啊，一百存到一百。来五百块，最后两个客人了，小刚五百过来。哇，真的很漂亮诶，大家搞出准诶。来五百块，袂客气，袂客气。来五百块，最后两位了。这道真正无小工啊！六日而已嘛，平常有卖吗？后边啊，搁扛扛开对啊！礼拜三在金师傅，我继续卖啊！礼拜五在，礼拜五早上五百，有人无看到无？小工啊，拢准备了吼！哇，这小姐那么漂亮！没有啦，来一个！要要赶快来，好，没有了。来了，富贵。二来富贵哦，我来。帅哥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三百块。来三盒三百，不用了，来两百块。来，送一些小盘哦，我送一些小盘。外头，不要乱下去的。来，咱三分买三分斤。来，两百块来啊！你村内有三分买着，进来。来，三块好哩哦，这个解冻就可以吃了，非常好吃。来，两百块来，别你拢别买哦，这一块拢百百二咧卖呢，我三块卖你三百，我三块卖你两百尔呢。啊，买三分啊！你是知人买无？来两百块来，紧嘞！来，妹妹拿过来，较紧嘞啦！你啊，收钱手唔忙，手春过要哪收钱？来两百块来，紧嘞！该牛牛，该牛牛。来两百块，够三百块了，真的好吃啦，而且方便啦，解冻就能吃了。来富贵，来。来，进来，小心。来，要价开三千、五千面，来一千块，三个人给面的。我要卖三个客人而已哦，要收啊，基本要八百。宝贝吧，富贵鱼比我的脸都还大。清蒸红烧糖醋，随便您，随便好吃。来，结人客，免开三千、五千、两千块，来一千块来。香蕉结蛋起来一千块的，经营钱，我招六个人去吃的，帅哥一千块哇，你给我啦，太欢乐了。他是说国语的，一千五啊，对啊啦。来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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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鱼啊吼，小调皮的。怎么听不懂？要洗啊！走了。来一千。走了。有啦，今仔日吼热，大家火气大啦，我们爱像我咧修身养性。哦。我啦，百支签一百支以上无掉吼，我拢忍落来。好，恁这要算啥？来一千。安怎减偌济啦？我这有啦，对。
我请两万二，你先给咧。两万二，啊，你就要标三千啊，你啊。靠你按干啊！两万二是我顶头签白契，十万二走回来。好，输七万八就对了啦。请大碗姐引导一下咩啊？引导我问你诶，这里面阿住？清真啊。清真厉害，阿够无？主张啊。因为不是一辈人，所以你爱受两方两种主观。啥辈啦？来，我遐迄落不来搞遐啦。今天真可哦，今天真敢讲诶。来，好，中午无问好啊。安尼啦。无好来。来一个。一个而已啊！你出来是在等啥货啊？哎，遐石斑甲你啦，遐较大尾好无？无食，无遐做歹食，用红色啊，对不对？无遐要上歹食。不该食生。不要吃啊！买上买上买上。买啊！买了啊！你卡点没有？来，我后边有吃伊个哦，是金丝鸟标。我抢你一刀死你我了！我来讲啊，真正要吃啊，较紧的。其实即块八百块，我就当找你两百块啊！我唔免去搞你赚乜一千块，伫遐卖啦，伫遐了钱啦。加两啦，本来一杯富贵，你来做就欢喜啊！来一千块，来赶快哦！啊，真正一个引导已经钱花了，两一百块的。你使安尼做，安尼做吼，天意所不容啊！讲真咧，我刚才要卖，迄杯一千块就卖袂掉啊！加送啊，算嘛加送，我靠，可能安尼让你对咧。来六个客人而已，赶快拿钱。来一千。两杯五啊，你真啊？我为着要甲富贵卖出啊，送这只鱼啊，你当作我袂晓卖鱼啊？安尼。来一千多，来一千多。来，千块来，都我都我敲掉你哦，敲掉个上上来。来一千块多，拍死拍死，这俩这俩，边个立场了？对哦。八斤银钱哦，来一千块来，不能想啦。来呀！不用会玩啦。我那边我准备无比啦，好啊。两只一样的最大，接下来就比点数而已。银钱较紧的哦，这好班哦，人家讲哦，龙虎十班哦。来，这位哥，你一大一小，互你吃欢喜。来一千块，最后四个客人了。这一千块我嘛唔知你等啥呢？九班咯，以我拢会来得啊呢，来一千块来，最后四个客人拿钱，快点，来一千块，够三百块了。好，后边够一千三，对哦。等你啦，后边那鱼啊，真变动真美丽啦。鱼啊，才大只，变动啊细。别个没啊，这九班甲上手了，我不爱再对啊，哈哈。讲真啦，不安尼上鱼啊啦吼，卖较紧的来。只有六个客人，不要怀疑，赶快拿钱，来一千块来，帅哥，这杯上头杯，这杯我你，来一千块来，帮我落起来，帮我落。是的。一千块。来第二个三杯，来这盘你，来带来落鱼啊，嘿，来最后钱这鱼啊，敢摸起后边，嘿，这个先包了咯，这个，几个买？老师哎。我来讲啊，这杯慢算啊，这千块就足力嘛啦，你上班一杯用三四百呢，一千块最后两个人给。三